咗呢邊呢邊。阿妹個離別器都滾動喎啲網站。都係啊！我尋日咧就同我爸爸媽媽一齊睇啦。咁然後有啲位我真係要攬住我媽咪，因為我覺得編劇同埋監製即係呢一段嗰個對我同我爹哋媽咪嗰個感情嘅描繪係真係寫得好好。即係我覺得有時即係人生真係有好多唔如意嘅事嘅，即係唔係每一次都可以咁順理成章，就係爹哋媽咪俾小朋友早離開，咁可能都係小朋友有一啲即係家庭都係小朋友離開先，咁爹哋媽咪留喺世上都會好傷心嘅，即係我身邊都有一啲例子都係咁。咁而琴日我收到嘅 message 就係我朋友嘅爸爸媽媽啦，咁佢哋都同翻我講，即係覺得睇咗呢一段戲咧，佢哋係有喊嘅，咁但係佢哋有一種少少咯，即係當然唔可以話睇咗電視，我睇咗呢一幕，咁佢哋會好放手咁樣，但係佢哋好似多咗一層感覺，就係佢小朋友有同佢俾個 message 俾佢嘅感覺。我琴日睇嘅時候都好感動，係咯，我都覺得呢段戲另一個意思咧，亦都係好似都。令到很多好像你剛才所說的自己的仔女離開比自己更加早離開的一些父母的一些好像他們有些共鳴或者令到他們知道其實這個世界上面都還有很多人是跟他們身同感受或者跟他們有個同樣的經歷那是的還有也都令到我們的仔女更加明白到要珍惜跟父母相處的時間所以昨天套戲我覺得除了你的發揮差一點之外我覺得都很好